结账啊，上把没结账啊，那为什么早不说，现在才说呢？为什么呢？托管得了，我这没个赢，我这根本就赢不了。哎呀，就不像个人。我决定退了这把，我不用玩了，玩不动了呀。哎。回点血，来把剑魔啊、哦！呀，他一级给我学个E技了。哎，给你一下，再给你一下。不对呀，这螃蟹闪现翼。那螃蟹闪现翼为什么出手速度这么快呢？他套减盐没有？有没有人看见套没套减盐？还吃我塔皮，没套是吧？行，这波骗个闪现不亏。不回家，给你牛的，你瞅瞅，给你牛的啊！你给你牛的，你看看，家还不回了。这莉莉亚怎么不过来？耗我这么多血，哎呀！这波血给我耗没了。嗯，可挺烦人呐，还控上兵线了，还控上兵线了，还啊！我决定这车我都不补了，我让他推。王妃，妈的还不回家。这会儿回家，刚才出不到一个皮，还加两把长剑，这个线必须得控回来啊，不能往前面推，往前面推我们是亏的。希望不要进塔，还好进了一半，不算特别的进塔，这兵线还可以。
我马上升六，这波勾引他一下。勾引成功，哎，这给小兵吓的，你说是我最后的乐趣。不回家啊，回家其实也出不了啥玩意儿了。搁这等，把这兵线控制，救不了，没空。我操，这干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给我吓完了，这给我吓坏了，这我就一直把兵线控在这里啊，一会儿我们大好了，点烟好了，还能杀他，他大刚才交了。慢慢回血，就在这儿控着。这剑魔怎么感觉回血这回不起来呢？这咋没顿回来呢？这没顿回来，我操！慢慢耗他，一点一点耗。这螳螂也没在呀，别吓唬我呀，给我整的挺害怕的这。你还不走啊？你说你连个药都没有，你跟我在这削钢什么玩意儿呢？你那不能让你走了，兄弟。我今天塔下肯定是必杀你，你只要不走。哎呦！我他妈到底在干些什么玩意儿？这怎么没中？这人这小碎步走位可挺厉害哈、哦！我第一个扣往上扣，他往上边走，我没扣着他。我第二个扣我往下边扣，哎，不对，是这样的，我第一个扣往上边扣，他往下边走，他开个W呢。我第二个扣往下边扣，他往上边走。
我寻我赶紧扣完他，把他杀了就赶紧跑。哎呀，真是有点烦。好 buff， 来呀、啊，来来来来来。兄弟啊，永不石化呢？挺嚣张啊，这蛇女，我赶紧上去吧，我这兵线稍微有点亏了的。回血，这减速有点厉害呀。换就换吧，多抠了，那个抠不交确实是行哈、哦，不过我抠能回血，这挺修刚啊，我发现呢。这有什么好修刚的？哎，这剑魔的 Q 就两秒吸地吗？我操！太猛了，这啊，不用 Q 的话两秒，用的就五秒，那也行了呀。这线上我十减吸地，两秒吸地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我虚虚很高的，我这是幽梦剑魔，这不一样的呀。我们找螃蟹去。咋不干了呢？干呢的。这不干了，那能行吗？俺们家有 ADC 吗？俺们家好像没有 ADC 呀、啊。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右边有螳螂，快跑快跑快跑！
这螳螂我卸把了。干嘛呢？蹲谁呢？人家有眼儿。建模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能卡扣，现在不让卡扣了。你不放扣的话呢，他就会还你 CD， 你要是放扣了他就不还了。你看比如说现在我扣完以后是六秒，如果我扣一段我直接不放了，那他就是两秒。不行，我这收兵得用三段扣啊。你看我放一段扣，那么第二段那就是不是第二段的，如果它重置了那就是两秒。建模重做之前，我以为这是一个最垃圾的英雄。我操 ！Q 三没 Q 出去，让他给我背回来了，可是挺烦人呢。啊！我把这螃蟹杀了，今天把他腿给他砍了，老螃蟹，把小龙拿了，我们三条龙了。谢谢王俊凯，没你帅。看看有没有眼儿啊！我没眼呀！老螳螂，嗯，跑！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啊？我看看你能往哪跑！兄弟们，救一下！一段扣，二段扣叶。我回个血，怕啥？我不知道怕啥，你想想怕啥？分神了，分心了。那小法师有斩杀，那螃蟹有斩杀，我半管那邪门，我这怕啥？这怕啥？怕死？怕死行不行？哎呦！
你把炮车给我，还没补着。哎呀，漂亮，这不死，能杀这螃蟹，这不把这螃蟹杀了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扎一刀走位 W 住，三段 Q， A 一到地过来，永不死化蓝烈汉。回家。幽梦黑切死亡之舞，我再试一试啊。不行事儿啊这。没有啊，链柱一个蛋给我把小法杀了，今天他肯定是走不了。哎呀，给我个人头，我把他小法杀了解解气。回家，哎呀，还有5000多豆。